啊，我是包工头张鹏龙。我们在一个已经建成的这个电站下面，上面这应该也是双接片，这是一个追光系统。依托日升的电池板，1035片，1102.5千克。阳光电源的逆变器，一共有8个组成。这是一个叉车拖着这个依托电池板。这是拿起来在施工现场，他们应该已经稍微有些破损的电池板。现场的这个桩子，他已经组装好了这个。这是一个，它应该是小梁，它主龙。这是他们这个线缆是3x120的。这是他们的电焊机以及现场留下来的。我们作为一个工程公司，我们得看到这些电站，摸到这些电站。我们希望以后也参与到类似的这样的工程中。当然也特别感谢他那个东方日升把我们介绍过来，然后让我们拍摄这么近距离拍摄210电站以及这些细节。